放心吧，这次面试肯定。哎，不是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你看不见前面有人呢？我还要问问你呢，你把我简历弄成这样，我一会儿怎么面试啊？哦，哎哎，现在不一定了。Next， 我，你的简历呢？没带。啊，你简历都不带，人面什么事啊？反正都面试不过了。我早就想说了，你们公司什么意思啊？发了简历又不看，带了简历让我先填填表，到底会不会面试啊？真是让我太失望了吧！我刚才看见他在外面跟经理说话，你说他不会是？你怎么不早说？哎，你等等我。哎，那个。等等了，说得太狠了，让我来算账了。一事不决，开口道歉。你被录取了。啊！明天呀，你就来我们公司的编辑部上班。真的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公司啊。就需要你这种敢于提出问题的人。对，嗯，谢谢啊。可是我们部门不是已经招满了吗？公司不是新来了一个愣头青吗？把他开了。嗯。哎，新来的，去楼下给我买杯咖啡。哦。嘉伟，人家是来工作的，不是给你买咖啡的。我们公司不需要你这种不会尊重同事的人，你被开除了。经理好。嗯。那个新来的哈，早上的事情呢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这个茶包呢，是我最爱喝的茶，来。你拿着，先忙，忙你的忙。不，幸好我反应快。总部新来了一个观察员，你注意一下。嗯，好。哎，喂爸，我在新公司待了几天，感觉氛围还挺好的，我就让一个新人帮我买咖啡，结果就被开除了。以后呢，应该也没什么事，你就放心吧。